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老样子。时间倒是在你身上留下了一些印记。当年你在塔格尔沙漠发生了什么？蛇人族前不久的移动，应该是与你有关吧？发生了什么？然后战火在燃烧。我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抓我？想要活下来，就这么难？爱情来不及了，葬送在烽火的晚霞。虽然现在很难，但是我却有种挣脱了束缚的感觉。我想去外面走走，就像他一样。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逃掉的几率更大。你走这边，速度快一些的话，几个时辰就能到达盐城。我要和你一起。那我们两个都要交代在这该死的沙漠里。可以在一起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怕。旧账总翻不完，只要你沿着的外围，如果没有找到我的话，你的手这枚戒指加满帝国的印度，找了一条唐山鱼，他一定会帮你。然后战火在燃烧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但是这条项链对我意义不大。我把它交给你，等下次见面时，我再还给我。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